来到这个地方，不会太业配哦。好，继上次挖完耳朵还有清完眼睛之后呢，我们这次又来到了智英老师的店。他们说新开的这间店有一个很特别的服务，是全新的，希望我来体验看看。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跟茜茜一起去体验吧。 Go！ 老师好。 Hello， 茜茜，好久不见。哇，老师这边比之前大很多哎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新埔分店，也是我们的培训基地哦。那我们今天要体验什么课程？那我们拭目以待，我们欢迎香妃。开始有舞蹈教室了是吗？这是我们结合舞蹈跟采耳的一个新的课程，我们叫做网红采耳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对，我们以往都着重在顾客体验课程的感受，可能是我们采耳手法的精进或者是课程的搭配，但是后来我们想说，如果可以将感觉加上视觉一起做结合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将音乐、舞蹈、服装跟采耳做结合，对，希望可以让顾客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哦，是不是很像海底捞的概念？对，有点类似那个甩面。好，那所以我等一下要体验这个。对，等一下那我们进去体验。好好好好，里面请哦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我们要先敲钟哟。为什么要敲钟？这是我们采耳开始的一个仪式，帮我从小到大划两次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好，好可爱。哇，先帮你检查一下。好。哇，你的耳道蛮红的耶，是不是常自己挖？跟我人一样。啊，没有啦，太红了。时无刻都在挖耳朵，哎，这个症状有救，太频繁。老师，那你是什么因缘际会之下接触采耳的？也是在网络上看影片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看这些挖耳朵啊。哦，像我们是同好哎，真的。然后我就查到这老师的这个培训基地。是你本来是舞蹈老师啊？就教小朋友的那一种，就舞蹈老师。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转行？我觉得这门技术还没有这么多人学，先学感觉先赢。很舒服，很舒服到我忘记要问什么了。老师，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私人的话题吗？可以啊。采耳跟舞蹈哪个收入比较好啊？其实严格说起来差不了多少，采耳的话会比较稳定一点，因为教课就会到处跑。对，帮你洗耳朵，好，冰冰的哈。对啊，好舒服哦，来做这个真的很放松。就是这里。好，我们准备要按头咯，要帮你按摩。好，香妃姐姐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有哎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你有跟你同学说你在做这个吗？有哎，他们就说找时间再来这样。哦。因为会说很久没有挖啦，想要看看自己耳朵怎么的情况。香妃姐姐，那你觉得你来这边学老师教的怎么样？老师教的很好哎，我觉得老师非常专业。老师现在是不是拿一把刀在后面站着？没有，我是发自内心的。好，谢谢香妃姐姐。我先睡一下。茜茜刚刚的服务还可以吗？
还不错，很特别哈。对，我觉得应该男性客人会大增，因为老师真的蛮漂亮的。嗯，那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有客人只想看表演，不想要采耳的话，可以吗？啊，可能不行，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专业的掏耳清洁跟舒压为主。哦，了解。那你有想过就是之后要结合什么表演吗？我们目前是想说就是新增更多的角色，然后让每一个角色都有他各自的舞蹈，让客人有更多的选择。哇，来还可以选角色，角色扮演才。今天非常谢谢老师可以就是邀请我来做这个体验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